去，你在飞往的途中，你那时候心里面是怎么想的？哦，就带比较多日币。いとことかが今一番台湾で流行ってるっていうか一番熱い人、はい、誰なんですかって言われてマジかっつって誰が言うの？いやうちのいとこ方、ま、台湾に住んでる子らに聞いたんですよ。あらら、いとこの子ら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やだから本当にね、全然ですね。いやもう本当にもうこれからもよ。那我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。多私人，你不然不能播就不能问你。喋れないけど応援してます。没想到日本的签名会男生还蛮多的。对，妈妈元気？哎，元気元気，ありがとう。Nice。我看繁花姐都男生。Nice。用日文导播吗？啊，英文加中文。そして、とえ、とえ、とまるで、とポコポコ。ポポポポの意味はチキンの意味ね。那一场有多少日本的跟韩国的乐团吗？就是团体，对，有那个 Everybody's a Shot， 夏雨呢，还有 UKISS 在哦。然后日本团的有放浪兄弟的师弟，我在谁下面你知道吗？你在谁下面 ？Everybody's a Shot 下面，完了。然后呢，就他们尖叫，就是他们观众歌迷声音很大声呢，我就想，完了，我压力好大，我是下一个。我突然间转头说，如果等一下出场没有声音的话，我们就尽情的表演。然后用我们的舞蹈去感动他们，这样。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知道其他店的表情的时候，就觉得我怎么会突然间讲这句话？你知道？要放我的 VCR 的时候呢，准备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当我的脸一出来，我听到外面的外场的观众是那种啪的时候，然后这边是我的电手热，是。十一月，好不好？专辑名称叫做……哎，知道能说吗？大家期待罗志祥新的专辑，还有之后未来到很多不同的地方。